今天我们来探监这间咖啡厅，那是有一个设计师做的，就在我身后这间，它旁边是 homestay， 就是在这边，它在门口在这边。走吧，我们进去里面看看。这边是我们咖啡店的老板 Anthony Teo。 Hello， 见到我吗？我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 The last day。 对，你的店会搬去哪里呢？我们搬去在46号Bukit Melayu 那边。好，靠近那个庐山餐馆的旁边那边吗？好的。几号开张？5月7号，507，我们去新的暗夜之瑞咖啡。能这样知道这间咖啡厅的？有介绍来，都第一次来，喜欢这边的，食物，咖啡什么吗？很好吃，是哪里人啊？这边人，唐山人啊。你之前没有听过这间咖啡厅啊？有听过，是有加工外卖，有真正来过。哦，没有真正来过，那食物 OK 吗？食物好吃，食物好吃啊。OK。OK， 请你喝咖啡。来，客官，你的咖啡。现在来到这间呢是新店。现在我待在这里是在警察局的后面，警察局后面这边有一条壁画街，壁画街就是在那个马哈迪尔头像那边。蹲马哈迪尔的头像的后面这边有一间新开的咖啡厅，它是从济活渡中后面那边搬过来的。在这边
下单了，我们先进去先。它是在这边是叫 Art Nature Gallery Cafe， 在马迭尔的后面这边。舒适的环境，接近大自然的角落，咖啡豆，这些都是咖啡豆。店就在这边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 来自马来西亚槟城。抗疫期间请大家多多留在家，不要出门哦。那我们一起照顾家人的健康，同时照顾到我们自己。那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，请记得多多戴口罩，然后回来要多洗手，最重要的是要多消毒哦。那抗疫期间，我们大家一起努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量子，我来自中国的哈尔滨。疫情期间，希望大家能好好的待在家里，如果出门的话，一定要记得戴口罩哦。